too.
为什么？是我滑的他们走。哦。这鞋子好舒服，你不觉得吗？嗯。真的比雪鞋舒服很多哎。为什么雪鞋不能那么舒服？真可惜。就硬硬的。对啊，雪鞋很硬很痛啊。还可以，在练习中。我要跟你一样会 S turn。那两天吧。明天会有那个吗？绿线吗？什么意思？如果有的话，你明天可以。嗯，我租要钱啊，我租板子要5000块。1000哦。嗯。1500。4500+500。我反正就是要5000啊，贵吗？我就1500块啊，就当做学费。哪有学费另外算，妈妈先帮我付。妈妈，斑斑在地上，好吧，你们在叫斑斑。嗯，斑斑为什么要坐在地上？还是他在穿鞋子？因为那边太松，很难滑。会紧张啊！好玩吗？就练习中啊。练完之后了。真的吗？来，我们到旁边这边来看一下啊。现在想要搭缆车的话，缆车都有搭过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们知道我们在搭缆车的时候不是有等待的地方吗？那你看一下那个 folder。好，现在要坐缆车的时候，我就等着椅子来，坐上去，然后安全把放下来，基本上就好了。但是这个 folder 有一个地方做的不对的，是我们的板子的方向。记得不是横的这样放哦，直的出去，一定要是直的朝着前进的方向。嗯，那我们车子在出去的时候，板子才会这样直的出去。嗯，如果我是横的这样放的话，它会卡到地上。嗯，那卡到地上的时候，你可能你的脚会被扭啊之类的，会被扯到。嗯，哦，所以记得板子要朝着直的方向。好，但是我们坐的时候，假设我现在是坐着的，哦，那我们在坐的时候板子是横的，那就没关系，就让它挂着就可以了。OK。但是等到我们快要下车的时候，是不是会看到有一个斜坡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在椅子上面，在缆车上面，要把我们自己转成是直的这个方向。嗯。好，那我们要在下斜坡的时候，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你把你自己推着椅子扶着站起来之后，你要可以站在板子上。嗯。这样就好了，就什么事都不用。就滑出去就对。哎，一定要滑出去。嗯。好，那如果我在斜坡上面跌倒的话怎么办？记得你跌倒了之后赶快爬起来离开那个斜坡，因为后面还有第二台第三台缆车会下来，会有人下来。嗯，好，所以赶快离开那个跌倒的斜坡。那在斜坡上面不要试着要停下来刹车跟转弯，你只要滑下去，滑到平地之后速度开始减低之后再开始转弯或刹车，好吗？好。 OK， 那大概这个就是搭缆车的诀窍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就准备去搭缆车齁，票都有对不对？嗯。OK， 那我们出发吧。可是我现在要抱着就好了，我不要穿着，我会怕。我是这样，他没有教过。我是建议你试一次吗？你现在就直接穿着就走了，因为如果你现在抱着，只有该 K 这边可以让你抱着板哦，其他雪场是都不能让你抱着板。对啊，那你现在有教练的时候你不抱，对啊，你如果自己来的时候，你还会。穿着板，好，就是教练在的时候。我记得我那时候在美国，就是出缆车就摔倒，出缆车就摔倒。这个雪场是特例，正常雪场是不会让你抱着板上缆车的。
们这边准备往缆车的方向过去哈。哎呦哎呦，好像不是很好站，就是。下车的时候只用要想一件事情就好了，就是你只要站在板子上就可以了，其他事都不用想，你也不用想着要刹车，不用想我撞到人怎么办，什么都不用想，你只要站起来就好了。基本上你只要能站起来，然后什么事都不做，你就站在板子上面，你就可以滑下去了。你要把那个纸滑板上清空，嗯，还是什么总是比较好，建议把清干净再踩那里，比较不滑。力气的时候，你什么也不想做，所以要趁有力气的时候练习。而且我想要学多一点，就但是做不到，多滑一点，但是做不到。等一下，做正面的滑道，开始去另外一边的那个，就是刚是做牛仔的。
逼着我下山。你吗？对。然后今年就自己试试看一下。对啊，去年超惨。要下马费还是需要？就没有学过小转，没有学过小转。然后我们就给他冲啊！
怎么站不好？怎么站不好？就是滑出去的时候也要保持站着的状态哈。就是跌倒而已啊，对不对？
不起来，哦，好累，好累。
这里很松哎、欸。还好啦。所以速度很慢，很安全。对啊。再近一点，我只能膝盖距离。慢慢走，慢慢爬。很好站，这样站起来就比较好站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的姿势是什么？你的姿势是，有一点刚刚你们上那个引导的姿势，你的屁股跟你的腹肌是一直往外推出去的，那只有你的膝盖是弯曲的。OK， 那你的膝盖深度是往外推，对，往外推的。那只有你的膝盖是弯曲的，那当你膝盖弯曲的时候，它就刹车了。脚跟放下来了，就往下滑了，好吗？所以就不控制脚趾头了，也控制啊。它是这个是你不能想着，你做 heel 跟做 toe 的时候都不能想着说我只用脚去做控制哦。嗯，因为你只用脚在动的话，那你脚的肌肉很小块，它很难支撑身体的重量这么久。嗯，所以我们累都是累在大腿的地方，不是累小腿。嗯，好，那。当我在 heel side 的时候，我是用深蹲的方式，那我的脚尖会自然的抬起来。但是 toe side 的时候，是我肚子挺出去，我只弯膝盖。这个时候，我的身体的重量会全部压在鞋子上面。啊，就是你们会看到，我这样膝盖弯曲的时候，我的这个胫骨，就是小腿的地方，会压在鞋子上面。啊，那这时候其实是，有出力，但是没有什么很大的力气。那基本上是大腿在累。好，然后当我这样的时候是刹车，站起来之后，因为我的脚跟碰到了地上，所以我就会开始滑下去。但是跟刚刚一样哈，如果你的脚跟太后退往下压的话，会发生什么事？翻过去，你就直接往后倒了。所以记得是你的脚跟要一直抬起来，只是压得多跟低这样子而已，好吗？所以这样子是刹车，这样子是。开始滑，刹车，开始滑，好。哎，恩姐，这个时候站起来，然后你要不要拖板子试试看？拖板子，哎，拖板子，把板子拖下来哈、哦。好，试着做这个动作哈、哦。好，面向我哈、哦，面向我，哎，面向我好吗？哎呦，好，你面向山上好了，因为我怕这样斜坡面向下面，感觉怪怪的。OK。好，屁股往外顶，哎，膝盖往下弯 ，OK， 往下跪。你有没有感觉你跪在鞋子上面？有，嗯，有哈、哦。好，屁股往外顶哦，屁股要再更往外顶一点，对，很好。你可以两只手背在后面，你要把自己的屁股往外顶，很好。OK， 好，站起来，站直。好，站直不是完全直哦，还要留一点点。对，是不是还是要留一点点哦。我还要微微蹲。Okay, 好，压下去，站直，压下去。站直，压下去，站直 ，OK， 好，等一下在雪板上面就是这个动作哈。好，那这时候你们坐下来穿雪板，然后我示范一样给你们看哈。那我现在要面对山穿雪板。面对山下穿雪板，穿雪板都是一直面对山下的。嗯。啊、哦，穿雪板，哎，穿了雪板之后再翻就好了。再翻过去啊，滚一下，赖梅华都叫起来，因为他后来手撑不了了。他都起不来了。
很厚，都满满的。很满，很满的雪。探险，如果像刚刚雪那么多，那我被挡住了，我横着出不来怎么办？直的。对。但是我刚刚那里太平了。对。所以，因为我们需要一点速度，才有办法改变我们的方向。嗯。那像今天雪这么多的时候，其实它适合练什么？适合练直直的往前冲。因为怎么讲，横的我们这样下去，是不是板子很大一块？对啊。它阻力很大。动不了。雪基本上雪越多，你的阻力越大，所以你速度会越慢。啊，这有助于我们练习了。
但是在雪很多的地方，你很难做横向的滑行。嗯。好，好，稍微看我一下哈。好，当我的膝盖往下跪的时候，我会停下来。站起来之后，它会慢慢的再滑下去。可是现在雪很多哈，你如果被卡住改变方向的话，不要紧张哈。对啊，雪有点多。OK， 跪下去它就刹车了，站起来它就开始滑。有点多。大雪天。还好吗，姐 ？OK， 大概是这样。好。为什么穿不起来？现在穿好了吗？还没。再往中间一点点好了。啊，但是我想把这脚穿好。好吧，算了，拿着比较快。可以用脚底去踹它。这根是真的。挡住你哈，好，我推一下你的腰哦，好，哎，这个时候把你的屁股，要这么出来哦，对，要这么出来啊，当然这有点夸张啊，但是这个姿势对你现在来说，先让他记得，好，来，我先挡住你哈，好，来，膝盖站直，哎，这样就开始滑，好，往下蹲，对，这样就开始刹车，很挺腰哎。对，就是腰记得要顶出去。嗯，好。当然，平常真正滑没有顶那么出去，但是先让你记得一下。好。好，来，站起来。哎，要刹车怎么办？刹车。刹车。啊，刹车要蹲下去。再翻回去哈，翻回去。好。刹车屁股要顶出去，还记得吗？好。哎。好。哎，转不动。又可以用你的手抱着你的脚。用你的左手抱着你的左脚，左脚小腿，脚，哎，好，你说把自己掰过来，对，我好像会转另外一边，不会转这边，好，来把自己一样调平，好，很好，好，蹲，站起来，一样先在后面挡住你哈，好，好来，蹲，屁股顶出去，好，屁股顶出去，哎，你的手借我，哎，好，再出去一点，好出去哦，好，好出去，好。屁股不要回来，屁股不要回来，顶出去屁股，屁股，屁股，屁股一顶出去你就刹车了。好，一顶出去就刹车了。好，站起来，好，顶出去，动作只有这样一点点而已哦。好，哦，那你屁股这样一回来，你就马上滑出去，而且你会失去平衡。好。
他顶出去。对对对，顶出去。好， okay, 好，膝盖伸直。但是我现在有点好，顶出去。我是力量不一样吗？对，力量不一样，所以我有点会歪。对，好，顶出去。膝盖伸直。嗯，卡住了。被鞋挡住了。这边还是斜坡太平了。没关系，跳一下。哎，很好。嗯，好，来试着往左边看。对，屁股要顶出去哦。对，屁股往左边看。好，好，来看山上。屁股顶出来，屁股顶出来，看山上。好，坐下来。会动，但是它不太会动。被雪卡住了。对啊。所以你需要把你的板子指向山下，往下冲。不是往下冲，是要更斜一点。更斜一点。就是你的板子如果是斜的，它才有。你说翘高一点吗？过。不是，是斜一点。哦，你说往下。只要有速度，它才滑得动哦。好。
这里。
为什么？好倒，然后翻身，好累。不要看地上，看山上，屁股往前顶。等一下，这边试着站起来哈。站起来之后，你抓着我的手。看山上还是？看山上。好。等一下哦。好。好。现在屁股往前顶，好看山上，好，然后只有膝盖站起来，屁股还是往前顶的哈，好，很好，对，很好，很好，下不去了，没关系，很难滑哦，对不起，没关系，真的很难。太多的，太多血了哈。好，我们再继续在下面一点好了。好走。在这里可以啊？你才说嘞，就摔倒了。妈妈，你干嘛？现在这边应该会好一点。真的？好。记得屁股要一直往前顶，连站着也要哦。对，连站着也要。你看，我觉得我都会施力不均，是不是啊？对，屁股往前顶，往前顶。你直接屁股往前顶的时候，它就是直接刹车了，因为你的脚跟就抬起来了。你现在是不是有直接只用脚跟的力量去垫脚尖的感觉？就只站在前脚板。那你如果一直垫脚尖的话，你很快就会累了。哦，你说因为只靠脚？对，因为你很快就没有力气了。所以记得。屁股往前顶，当你要刹车的时候，就直接屁股往前顶，你要跪下去就好了。好，屁股一直要顶哦，不要缩回去。对，然后当你要走的时候也一样。好，往右边。看山上，不要看对，只有膝盖站直跟弯曲而已，屁股一直都是往前顶。好，忘了顶，对不对？对，会摔倒。好，你刚才你只有走的、啊，你是来滑的。我刚撞到头哎、欸，我刚撞到头超晕的。你说整个跨下去啊？想着要垫脚尖哈，好，屁股往前顶。哎呦，哎呦，看山上，不要看地上。好，屁股往前顶，跪下去。很好，再顶，再顶。啊！屁股一直要往后坐，你要往后坐就往后坐。好，我 ski 也是有这个问题，很爱后坐。好。好冷哦。阿姐，好，往前，往前，那就往前扑算了。可以啊。好。屁股往前顶。对。
屁股往前顶，屁股再往前顶，对，然后保持这个姿势，只有膝盖是屁股往前顶。教练说可以把手放在屁股上，对，好，你用你的手一直去推屁股也可以。诶、欸。脚出力不平均，好烦哦！哎，脚，我扭过来。前顶吗？对，这样好多了哈，比刚好很多，很好哦。屁股，屁股，哎呀哎呀哎呀，右脚。看山上，不要看脚上。好好。对。啊啊！哎呦哎呀！让我踩。我一直蹬到这样子，这样子不会蹬坏吗？你往后倒的时候就直接躺下去啊，坐到地板的瞬间躺下去，化解它是？对啊，因为你直接躺下去的话，你会比较不痛哦。嗯，好。我刚跑下去太大力了，就摔到头。可是比直接坐着好啊，对啊，比直接屁股蹬地板好。啊，太累了。哎呦！还记得站起来的时候屁股就要往前顶。嗯，哎，不要直，不要用脚掌力量。好，我的大拇指抓地抓得可紧了。这样有底吗？小腿靠在鞋子上面。有。然后屁股是往前顶的。好。再往前顶一点，再往前顶一点，对，很好，就这样。OK， 好，膝盖伸直，伸直，没有屁股没有回去哦。我屁股伸直，屁股没有回去、哦。我屁股没有回去吧？你屁股已经回去了。我在做假动作。啊！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来不及。来不及躺下去了。哦，很累耶。嗯。单板会比较累。累死了。好累，好累。姐，你不要去看我，你好了没？我要看到你好好练习。嗯，我已经离开两颗蛋，超过一百了吧？有让人超过。屁股顶出去。嗯，我觉得这个很难欸，我也觉得欸。就这样啊。就肚子在外面，肚子在你的板子前面。你就想象你要跪下去啊。
就跪下去的姿势啊。就这样。肚子在你的板子。跪下去的姿势。当你一跪下去之后，你就刹车了。跪下去。但是我又偷用脚了。你不是，因为你的屁股跪，你是这样跪。但是我的跪下去是这样跪。这样懂吗？你说脚弯着吗？你的髋关节。髋关节都是伸直的，在你的偷赛的时候，你说不可以收起来，都是伸直的。你不能这样子，因为这样子你的屁股就离开你的板子了，你的重心就在后面，你一定不能过度。然后这样子，如果你维持这个姿势，你还想要抬起你的 heel side 的话，那你一定是用脚尖的力量。所以你很快，你的小腿就会累了，大概15分钟吧，你可能就会累爆了。所以现在已经觉得很累了。不会，我现在脚超粗。好，那重点是说，我们是需要用全身的力气，我的屁股要顶出去。你的屁股整个在你的板子的前面。可是这样子，我屁股是在正中心，我是在板子上面。对，对吧？那我这样子是在板子外面啦、我刚刚都是这样吗？对啊。所以就会倒下去。对啊。虽然我有压，我以为我在外面。你是做假动作？等我，我想一想。想一想，膝盖要弯，对，这样够出来了吗？你想想看，来，你做一个动作哈，就直接往下跪到地上的感觉。好，那当你这样跪下来的时候，我不能这样，屁股还是不能弯。好，那你当你跪下来的时候，我的脚跟是不是就被抬起来了？只不过我们没有直接跪在地上，是利用鞋子支撑我的体重，所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。我是在一半的时候，但是鞋子支撑着我，所以我没有全部跪下去。这样懂吗？姐懂吗？姐，你放空哦。屁股，退出来。对，退出板子。当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等会，对，那站起来的时候也尽量屁股还在板子上就对了，都是不能超过。对，你不能这个样子，你一这样子就觉得你不稳了，有没有？你有感觉到吗？你一往后退就很难保持平衡。身体都在前面就对了。对，只有膝盖弯得多跟弯得少而已。就是不太会动。当你往下跪多一点的时候，它就刹车了。但是我又在偷用脚了。你没有不能用脚的那个力气。往下跪多一点，它就刹车了。好。试着直接跪下来。但是我就会倒嘞。那没关系，就让它倒啊。先让它倒啊。当我要刹车的时候，我这样跪下来，然后我的脚就是靠在这个鞋子上面，OK。你鞋穿很紧吗？你这个前面绑很紧吗？现在很松。很松也可以啊。可以啊。教学的时候很棒。喂。还在晕呢。
制我自己啊。我看他的动作，我知道肚子要挺出来，但是这样子很难滑。他就在后面了。啊？膝盖一点点的上下而已，很好，很好，好，好，膝盖，屁股再往前哦，你还要再往前，哎哎哎哎，很好，好，就这样直的下去哈，好，不，顶往前。
屁股大，那是我的防摔裤。不是，我是说我屁股真的有尽量前面了。我刚刚还在想说，你会不会以为我看的不是你的屁股，看的是你的髋关节有没有弯曲？哦，你说我整个人吗？就是你的髋关节是伸直的还是弯曲？哼，想说我的屁股有弯。我是在看你的腰这样子。还是这样哦，那我刚刚有站直了吧？你刚刚其实是有一点，还是有一点一 点，但是有尽量往外推了，不过还是弯。好，对，你有没有站直？最好的感受是什么？就是感觉你的脚掌是不是放轻松哦。你如果现在是酸小腿或是酸小掌，那代表你出了力。没有，我酸我的脚趾头。哦，那你还因为我在抓地板。那如果你是酸大腿，那代表你做对。哦、oh. ，我觉得我真的只有酸脚趾哎、欸，我。对啊，因为你在用脚掌发力，脚趾发力，所以是你要屁股往前顶的时候，是你的大腿来控制你的膝盖弯曲。哼。大腿。哼。屁股往前顶，大腿来控制你的膝盖弯曲。嗯。半蹲跟不半蹲。其实这个动作也不是半蹲。是。因为跳过那个凌波舞有没有？你说下腰哦。对啊。哦。是要这么丑吗？对啊，要这么丑、喔，对，真的要这么丑，对，那这样就是酸大腿啦。对啊，就是、这种姿势、啊，这样挺肚子在滑，就是这个姿势啊，挺肚子哎、欸。现在就是先这个姿势啊，就是这个姿势，不要怀疑，挺肚，你没有挺出去，有啊，在顶，对，就是这个姿势，挺肚子在滑，我不会动的。你能到斜一点点的地方。
是啊，超丑的。可你这坐，哎，屁股不要回去，对，屁股不要回去。好。这个姿势啊。是好。啊，不就这样？屁股要收回去喽。好，好，屁股，屁股。会小，这样就对吗？对，刚量 OK。好。感觉就是大挺肚子在滑雪。欧赛的时候就是这样啊。哎呦。对啊。大挺肚子。挺肚子，哎呦，嘿，靠左边过去没关系，滑不动，滑不动，滑不动，嗯，要直一点。
兔子。再下好痛，哈哈哈哈，好痛，没事没事，还好吗？没事没事，觉得会受伤的是腰椎吧，有点帅。因为snowball就是一个一直在跌倒在那边，嗯，看不到，我就放松了，然后就下一路就摔倒了。因为你一停下来之后，你放松之后，你的脚跟就卡到雪，就往后倒了。所以不是我姿势坏了吗？我以为是我就放松，我就因为你一直在用你的脚掌在发力，听懂？那你脚掌一放松，它脚跟就卡到雪。所以你屁股顶出去的时候，应该是要利用你的屁股往外顶的时候。膝盖往下跪，自然而然脚跟会被抬起来。对啊，所以那你一直屁股维持顶出去的这个姿势，只有膝盖的伸展，那膝盖站直的时候跟弯曲的时候，它会改变我们脚跟抬起来的幅度。所以你会往下滑，或刹车。对，所以屁股顶出去，你要一直。弯曲你的膝盖这样子。好。哎呦喂呀！哎呦喂呀！有，但是膝盖好像有那种扭一下的感觉。如果真的累了，就滑正面也没关系。啊，好累哦。膝盖弯，可劲。对。Baby， 小心哦。滚动。
滑正的下去好不好？好累哦。你的 binding 有绑紧吗？你的那个鞋子有、binding、有很紧，只是要从这边跑到这边了。正的好不好？可以啊。那正的的姿势就没有什么挺肚子什么的吗？没有，正的是有点深蹲的感觉。对，那你在深蹲的时候，脚尖就会自己抬起来。正的，正的就想像你在半蹲就对了。起不来了，起不来。好累。好的，baby， 对不起，要撞到你了，对不起，我动不了哎，对不起，是把它推下去的，对对，推走，他 OK 的。这样也摔，正的反的都摔，今天你不滑了、哦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好难！
你认识那个 Jason 吗？他是谁？志伟什么的，他可能是可乐的教练。不认识，不同系列就不会认识吼。哦，不用说啦，就是不认识。你有听过他吗？哦。啊？嗨！来呀、啊！你贴那里干嘛？你还用膝盖爬吗？还爬很久，我看。再反过来吗？对啊。我们一个转弯啊，一个转弯大概是这个形状。那这边是转弯的上半部，然后这边是转弯的下半部。OK。那转弯基本上分成三个部分。哪三个？就是这边
如果我们是 regular 的话，我从这个地方出发，就是一个横滑。好，那我从这个地方，我站在这边，我要往左边滑，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是偷赛，对吧？偷赛往左边滑之后，这边转过来，这是不是偷赛？然后要转成变成直的的时候，嗯，然后最后呢，这一个地方变成 heel 赛，你要停下来，这个就是一个转弯的一半。那另外一半呢，就是 heel 赛变成直板，然后偷赛。OK， 所以那你们刚学什么？是不是偷赛、heel 赛有没有？那你们有没有不小心做到变成直板的？有没有？应该也有吧，对不对？所以基本上，如果你这三件事情都做得到的话，然后你要转弯就只差把它连起来而已。嗯，好，那如果你现在背面站起来你觉得很困难的人，那你就先练正面。但是正面在练的时候呢，我希望你们练一个东西，就是多一点速度，多一点速度。那像 Angie 在开始在滑的时候，你的身体就会变这样。假设我的左边是下坡，你在开始滑的时候，你的身体就变这样，你的前面那只脚伸得很直，超级直，但是后面这只很弯，所以你的右脚应该会比前脚宽，但是你因为做这个动作，所以你很难转弯，所以你只要一这样子，你就会失去平衡，就跌倒了，因为你把你全身的压力都放在你的后脚上面，所以抓你在滑的时候，你可以试着用手抓住你前脚的裤子，然后这样子再滑，你的身体就会往前靠。OK， 好。然后呢，我们做什么做？试着你正面站起来的时候，正面站起来的时候，让其中一边变成直的，然后再横的停下来。这样懂我意思吗？好，就是我们。刚刚横滑嘛，横滑本来都是板子这样横的直的下来而已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不这样，我们现在让它往旁边直一点，然后横的停下来。啊，对，然后再往另外一边直一点，横的停下来，滑下来，直的停下来。那最后会变怎么样呢？最后会变有一点像花瓣的形状，它应该是有一点，右塞，右塞，右塞，好，右塞，这样子，应该是这样子，它有一点这种感觉，就是我冲下去之后，然后停下来，冲下去停下来，冲下去停下来，它有一点这种感觉 ，OK。那不是去那边的两对啊？那再坐另外一边回来，所以两边都会坐，那左右脚我们都可以试看看。哦，那如果你有速度的话，你觉得速度很快怎么办？就直接用正面停下来就好了。OK， 这样理解吗？嗯。好，然后一样，我先示范一次哈。哎呦。然后 Angie 记得你要身体要往前靠一点哦。好。好，我们现在没速度怎么办？打直之后。直。停下来。直，停下来，打直，停下来，来了，哈，累了，打直停下来，打直停下来，哎呦，就跪下了，好烦哦。打直，停
又坐下来了，又坐太多了，好烦哦！啊，气死我了！点了吼，怎么那么快？才坐一趟哎、欸！啊！停下来休息啊！啊！问他。对啊，他快不行。嗯。觉得练一练后面，然后正面也站不稳啊！啊，练一练后面，然后正面也站不稳了。应该是你没力气了吧？哦，是啊。反正就是你教的那些继续练习就对了。对，因为现在你就是偷赛跟 heel 赛嘛。嗯。那 heel 赛你知道怎么控制左右了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偷赛控制左右。偷赛哦。那但是你往左边越多的时候，是不是最后会变直板？嗯，对吧？对。最后还是要用偷赛。那就试着用偷赛刹车。嗯 ，OK。那偷赛刹车的诀窍就是，记得就是压，再往下跪就好。压就对了。对对对对对。好。你往下跪的越多，它就刹的越大力。对啊。嗯。基本上大概就是这样。那你两边做好了，自然而然你就可以转弯。对嘛，我们平常转就是一直，
3:03，教练问说还要再练一下吗？那可以，我跟你去，然后3:30你就走。我可以跟你一起下来啊。就是如果你是正面下来的话，我觉得应该不会那么久。你要不要啊？哦，那再一趟好吗？好吧。但是我下车会摔耶。你一定要从山顶下来。真的？他说他现在就用脚。哦，啊。前进得了吗？我觉得我用走的会比较快耶。
你坐，站上去，就是因为会滑。我觉得是你想的太多了。对，因为我以前学 ski， 我教练就念我说，不要用脑子想啊，用身体，用那个脚啊，就是他，我也是那时候一直看着我自己的板子，然后这样子滑，然后他就跟我说看三下，不要看三下。想的对了，但是做不出，你不一定做得到。对啊，而且可能我要思考过，懂了，我才能那个。所以现在有懂吗？就是刚那个姿势就很丑哎，就是你后来说下腰零坡舞，那就真的是这样子就完了。对啊，是这样子啊。但我也以为我已经停了，所以我就说你是不是以为我屁股还在后面？确实就是这样。因为那时候我跟我男朋友要选，一开始他讲完，然后他就选 ski，他就说 snowboard 太刺激了。snowboard 就是摔啊。对啊。然后而且我们很白痴的是，我第一次滑的时候，我们两个自己去请几个，没有请过教练，我在小叮当上过课就去了。早上比较多的，那你就开始休假了，那你要去哪里滑？就在这里滑就好。是哦。没有车去。是搭免费的吗？没有免费的。哦，不是，他没有 Green， 没有 Evergreen 自己那边教练载来载去，还是他教练根本你属于这里就是这里，所以他没有车给你坐。他有课，他才会载去。他不能说借搭。基本上是不太可能。因为我们去年来的时候，二月初，然后我们都住那个五台市高原的饭店，然后一出来就啊，这次都烂泥巴。
在说过，我觉得是。你会 ski 会直排轮会溜冰刀，它能帮上忙就是一个滑行体验。你如果不怕速度，那你动作就可以做对。但是如果你在 ski 上面都是只有一直披萨，而且你很紧张，连披萨都做不开，这个状态也帮不上。对，没有，我姐是上次他们之前都是新野，然后还有教请教练，然后他那时候教练带着他做的出题型，但是他这次完全就是大披萨，不论哪里就把披萨撸下撸下，然后我一直要把他求证，他就紧张，然后我们就说那帮我们来试试看，披萨要到前面，他就咬死，他不肯松开。那如果不抬脚的话，就先试着走，在你横滑的时候先走路。对，就做走路的动作，左右脚这样抬就对。对，不用抬很久，就左右脚这样。面哦，对，你要试着可以打直刹车，好，往右边，完蛋了，我要下不去了，打直刹车，好，依旧卡住。
加油，等我。好，你要看我摔很惨。没事，就觉得哎呀，好像太快了，再一个导航。左脚那边靠，就或者是你在前面的那只脚。好。哦，糟糕，跑得这么深，不来。我又摔倒了，怎么常常摔倒啊？摔死我了。很累，很累，很累。谁？是哦。我看到缆车上。
好惨哦！好硬哦这边。老师跑好快。对啊，辛苦他了。先倒着起来好了，不然太难起来。现在21分了，我已经起不来了。好冷哦，我的背后，我的背后有冰，好冷，哦，好冷，好累啊！原来是我们滑最后一趟下来。对啊，是啊，我也不行了，我也摔死了，真好痛的。啊，好累啊！哎呀，好，我快要撞杆子了啦！这好硬哦！这也太难了吗？这好硬哦！这太硬了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好硬哦！我怎么滑过这边？好嘞，好嘞！一下，一下！哦，好难哦！太累了，哦，我翻不过去耶，翻这边，翻这边，我再站不起来。起来就可以了。这边好硬哦。你就不能偷打电动啊！累死我了，我真的起不来了，怎么办？要翻身起来啊！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好，啊，他在休息，他等我过去还要很久。推出去吗？不行啦，横着横着。
好累哦，我爬出去好了。好，我知道，我抓着，好，好痛哦。太难了，好累哦，快要痛死了，这边好硬。好，背着起来，我起不来。你看到爸爸吗？是，是哦。好累，我连站都站不好了 ，baby。起来，
的快摔死了。到底休息啊？没有，不是，我一直往旁边滑，我要回到正轨上，以后才要坐站起。没有啦。因为那里面很多人想
对不对？好，才不会一直往旁边摔。对啊，我等一下还有别的工作。好，谢谢教练，谢谢。没有，我就说真的啊，我说三点半你就走吧，你不要理我了，我会想办法下去的。好，那先走了哦。谢谢，拜拜，谢谢你。
痛，好痛！但是，觉得我的脊椎要摔坏了。没力了吧？啊，你说。好好好，快点，是是是，我就要喝下去。我膝盖要烂掉了，我膝盖要烂掉了，膝盖。你要帮我录影啊？我觉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哇，这样就会摔，然后就是膝盖。想哦，我就控制不了自己没。
行了，我真的不行了，好累哦。直接重伤，撞得很惨。火车酒。好。后退。后退啊、哦。要这样吗？要这样吗？靠！要有鞋子哦。脸拿掉，等我一下。他们不是都要这样子？怎样拿？怎样拿？他不是要背着，背着。背着。高一点。高一点。还哪里高一点？左高右低。左高右低。左边是哪一边？周少宇去还手套，你要去还手套。愤怒啊！很难，真的很难，真的很难。我快被摔死了，摔到我没有力气，全身没有力气了，爬不起来，脚都软。肌肉加强版。真的累死了。可是现在休息的话，要去搭车排队了啦。4:15不是吗？现在已经3:50了吧？啊，是哦。是啊，你以为？哦，然后我右手不知道怎么受伤了，我现在右手很痛，我只能用左手拿。摔死了！啊，好、哦。